妈妈没事，盼盼别怕，就掉根茬而已。想到这里，刘月整个人忍不住的浑身发冷。当时要是不过来找盼盼，那么粗壮的木棍将是砸在他身上，估计要砸死吧。这是去哪里了？摘凉粉草啊，给孩子们做点凉粉吃。晒干做还是直接做？直接做吧。杨洋，带妹妹玩吧。可盼盼却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站在原地看着妈妈，又看了看爸爸。他脑海里还有关于妈妈出了好多血，爸爸在哭的场景。妈妈，我不玩。行，那就在院子里吧，等妈妈把凉粉草洗好，给你们做凉粉吃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来弄就行了。没啥好忙的了，我和爸都回来了，他去三叔家聊天去了。那行，你帮弄着，我去找人借点糖，孩子要吃甜的。跟谁借？这糖可金贵金贵的。金贵也得吃，咱们家呀不差那点钱。刘月笑着道，然后靠近丈夫耳朵轻轻说了句。下一秒，陈忠眼睛顿时睁大，陈忠拿着凉粉草的手都是在颤抖的。2000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金子怎么那么值钱呢？刘月借糖回来正是时候，赶紧把糖递给自家男人。你去拿盘子煮化开，等到时候可以用。好的。这是凉粉的味道，等到时候就能吃了。盼盼听了眼睛都亮起来，之前不开心不好的事情也抛在脑后。妈妈怎么样了？快了，快好了。妈妈，那还要做什么？需要我帮忙吗？盼盼乖，有你爸爸帮忙就行了，你就等着吃吧。凉粉煮好后还需要再凉一会，夫妻二人就带着孩子们到菜地里先忙些农活。歇下来后，刘月才说了去摘凉粉发生的那个怪事。要不是盼盼，我真可能就没了。那你没受伤吧？现在没事，就是吓了一跳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你这就是运气好，以后可注意点，看清楚再弄。这可不只是运气好，是盼盼救了我。当时盼盼就像是突然走过来叫我离开的，他当时可紧张了，我也被他吓到了。等回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脸上比我还紧张的样子，就好像他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，是他故意来阻止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盼盼才多大，总不能有什么能耐吧？不过小孩子有时候是有某种咱们不知道的能耐，也许就是这样，所以才救了你。这种世道也听人说过，可是咱们也没见识过。之前不是听韦文书媳妇说有个小孩子才七八岁，能掐能算吗？好多人去问呢。听说过，那还是说是仙人转世，难不成咱们盼盼也有这能耐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对咱们也是好事，你没事就行了。刘月朝远处的孩子大喊了声，走了，回去吃凉粉。半道上，兄妹俩遇到在玩的小妮和大壮二宝三人。小妮，大壮的妹妹，是盼盼在村里的第一个朋友。小妮姐姐，你要去我家吃凉粉吗？我家做了好多凉粉呢。我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，某些人就算了，骂我妹妹还打我妹妹。谁打你妹妹了？我那明明是不小心的，是她自己撞上来的。再说了，我道歉了。要不是我们打你，我妈说你做错了，你会觉得自己做错事吗？再说你那是道歉吗？你道歉了吗？那我现在说对不起总行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打你的，请你原谅我。大壮见二宝道歉也赶紧上前。对不起，上次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给你道歉。盼盼别怕，你想原谅他们就原谅他们，不想原谅就不原谅，反正看你自己。没事了，以后不要打人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原谅你们，也不带你们玩。盼盼走，跟哥哥回家。哥哥，有凉粉，有凉粉。盼盼，什么凉粉啊？妈妈做的凉粉在那里。哥哥你们回来了，那咱们可以吃凉粉了。杨洋说着立马去找妈妈。妈妈，哥哥们回来了，我现在去找爷爷奶奶回来，咱们吃凉粉吧。就想着吃吃吃，那凉粉还热着呢。妈妈，热凉粉好好看哦。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，盼盼没见过这么好看的。吃吧吃吧，都吃吧，这是加了糖的，不够吃还有。幸好赶上了。他伸手要去拿碗，被一只大手拍开。你着急什么？妈，我给我爷爷奶奶送去呢，又不是给我自己吃。谁不知道你那德性，拿去吧。盼盼，今天的凉粉好吃吗？好吃。是不是和哥哥说的一样，很好吃啊？盼盼开心的点点头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是有蜂蜜浇上去更好吃呢。蜂蜜？听到陌生的词汇，盼盼抬起头疑惑看着哥哥。你不知道蜂蜜？好像听别人说过，我还没吃过，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啊，比这糖还要好呢，甜还香。那一口啊，简直不要太香了。这蜂蜜哪里才有啊？山里啊。蜂蜜就是蜜蜂弄的东西，很甜的，藏在它那个窝窝里。这个时候山里可多蜜蜂了，下次哥哥带你去找找。那我们下次去找蜂蜜？可以啊。那我们要怎么找？我也不知道，
不过等哥哥放假，叫上哥哥他们，咱们一起去，能找到的。嗯嗯，别听他瞎吹，他啥也不会。四哥，蜜蜂不好找，而且蜜蜂会蜇人，没那么容易。蜜蜂会采食花蜜，也会采花粉的，两种都采，一年到头都有，不过这个时候比较多，因为他们生了好多崽子。生崽子？就是生小蜜蜂，他们就在自己的窝里生的，生多了就会分家，分家就多了，到时候就会飞出来。咱们到时候找蜜蜂的窝，一般在石头或者树洞泥洞里，他们很会藏起来，咱们小孩子弄不了，到时候咱们发现了告诉爸爸妈妈就行了，他们是大人，可以知道怎么弄蜜蜂。盼盼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接触关于和蜜蜂有关的事情。妈妈，蜜蜂和蜂蜜是什么？杨洋哥哥说蜂蜜很好吃的，四哥哥说蜜蜂会蜇人呢，他屁股有针，蜇人会很疼。蜜蜂啊，是一种特别勤劳的小动物。刘月温柔的声音轻轻说着，把蜜蜂和蜂蜜的给盼盼区分开。听着听着，盼盼困得睡着了，梦里都是黄色粘稠甜腻的蜂蜜，周围还有很多花，花上面都是采花粉花蜜的蜜蜂。